诗篇第一篇第三节，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。另一个问题就是，若果按照栽在所分享，来紧宾客的大复兴，每人都有机会成为新妇，但首先要成为使徒先有资格成为新妇。咁我哋知道，我哋短期之内咧喺宾客大复兴当中可以成为盘头啦、小盘头啦、小仕途啦、短期聪明工头啦，藉着接资喺游牧师身上同埋揾到岗位而能够再突破成为辛苦。但大部分嘅弟兄姊妹而家只系帮助即时，佢哋系咪有仕途之下四个即时嘅基础？牧师、布道家、教师、先知先至能够升任呢？咁样佢哋系点样喺短时间里面追上呢？嗱，咁其实咧。这一个当我们要理解呢，这个就是为什么神最后要塑造一个大复兴出来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复兴呢其实的时候呢，第一它不单止个量多，并且个质呢一定要提升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个量如果多的话呢，我们的质不提升，等于一些人在他自己能够管理二三百人的公司，但突然间变成二三十万人的公司，因为真的有些公司呢为他做事的人都断百万的，在全世界各地。就好像苹果他的工厂再加代工厂呢，其实是过百万的、已经不计其他他、藉着一些三星啊或者其他这些的、日本的这些的公司、代他研发一些的科技啦。咁事实上，如果我哋睇见，如果当我哋以二三百人嘅管理方法咧，突然间去管理二三百万人咧，真系搞出人命，可以话系咪？一定出事啊！即系话个量多，但系问题你能够咧去维持啊，即系唔好话进步啦，去维持翻个量啊，咁你都要喺嗰个管理嘅质上边咧去增加嘅。咁所以变咗，其实我哋喺嚟紧嘅复兴当中，其实神系。一早已经预言咧会出现一件嘅事件噶嘛，就是、阿摩斯书第九章第十三节，呢、这个就系我哋其实呢咁多年当中咧，时不时都会拎呢节经文出嚟去提大家嘅，就系咩咧？耶和华说：日子将到。啊，当然啦，其实如果世界末日嘅话咧，好多圣经预言嘅嘢咧会一次过发生晒噶嘛。而其中一个可以话未发生，但系好多人期望佢发生嘅事咧，就系呢节经文所讲。耶和华说：日子将到，耕种的必接续收割，选葡萄的必接续撒种。嗱，你会睇到呢度佢讲到另一种按时候结果子嘅方法。因为点解呢？因为我哋个个知道耕种之后咧，就应该仲有好长嘅时间，有啲甚至等一季嘅时间先至有收割噶嘛。就好似我哋种葡萄一样，你撒咗粒种子嘅话，你根本冇可能话短时间里边去收割得到。但呢度明明讲话。耕种的必接续收割，选葡萄的必接续撒种，所以变咗呢度你会睇到系好明显讲到一个我哋所讲嘅按时候程序咧，会有一个时间咧系缩短好多，即系话佢所需要嘅工作量同埋质素咧，绝对系提升咗嘅。咁所以换句话讲，我哋以前嚟讲，可能我哋好多顶姊妹，如果佢跟住我，譬如一齐开荒嘅话，咁我哋有33年嘅时间经历做下平信徒啦，做下跟进员啦，学下做对一啦，跟住甚至系对一人啦，然后再做家族负责人啦。嗱，咁其实喺咁嘅程度当中咧，喺好多我哋所讲嘅牧者啊、传福音当然系报道家啦、教师啦、先知就帮人恩赐运作啦，佢差唔多经历晒啦。如果33年嚟讲，系咪？咁但系问题好多弟兄姊妹系唔得嘅，因为点解呢？因为可能对于这个跟家族负责人来讲，他在这33年里面呢，他耕种跟住经过10年收割一次，跟住即刻再耕种又经10年收割一次，咁于是乎呢，他30年里面呢耕种同收割都经过3次咁样。但问题我哋啱啱读嘅阿摩斯书呢，就话俾我哋听呢，会有个时间呢，这个嘅过程呢係缩短，唔係需要33年。随时3年半呢已经是可以做3次循环。而并且个量呢是有多冇少。但是最大问题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当佢个时间要缩短的话呢，咁呢我哋其实已经唔单止呢我哋付出个量是多。而并且呢嗰种精湛程度啦，嗰种嘅可以话尽心尽力嘅程度呢，
仲多过你用33年去完成。因为我而家叫你用3年半去完成翻33年嘅嘢嘅话咧，你发觉嗰个当然系快咗10倍啦，系咪？但系嗰种嘅努力咧，同埋嗰种嘅恩高咧，嗰种要拥有嘅神所俾我哋嘅智慧咧，绝对唔止增加10倍，系咪？即系举个例啦，你如果叫一个人去能够喺10秒钟，唔系9秒9吓，10秒钟跑完100米咁样，系咪？咁而家你叫佢缩短10倍时间，叫佢1秒钟跑完100米。咁大家当然都知道咧，嗰、那个绝对唔系10倍多嘅努力，系咪？绝对唔系啊，绝对唔系10倍多嘅努力，因为10倍多嘅努力咧，最多可能使到呢个人咧，系由用10秒钟跑完100米，变成9秒9或者9秒8跑完100米，系咪？如果用10倍多嘅努力，系咪？但唔可能将佢变成1秒噶嘛，系咪？嗰、那个绝对唔止讲紧10倍嘅工作量啊！绝对唔止啊！我哋所讲嘅一般嘅性质上嘅改变啊，嗰、那个绝对系要超自然级数嘅，系咪？咁所以变咗，换句话讲咧，而家我哋嘅好多弟兄姊妹咧，冇错，将来有机会成为使徒，但系咧，就算而家唔能够成为啊，神会制造一个嘅机会，一个嘅时间。当呢个时间咧系耕种接续收割嘅，直成系嗰段时间当中咧，你好短时间会见到果效，好短时间当中要付出又付出。当然到时神会俾极大恩膏我哋咧，但如果我哋冇足够嘅预备咧，即系换句话讲，一般人喺嗰段时间系无知嘅咧，咁你明唔明啊？个时间就更加喺咁赶嘅时间当中就更加一无所成啊，系咪？因为喺嗰段时间咧，一定要熟习啦，一定要知道做乜嘢啦，有足够嘅智慧啦，然后并且最重要有足够嘅经验啦，所以变咗好多弟兄姊妹喺而家嚟讲，你哋所作嘅预备咧，唔可以少嘅。诗篇第一篇第3节，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有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。心热诚不经惧挑战，愿竭力于天路快跑，奋力冲前。心未尝怕千万转变，跟主却终一生终结得永生冠冕。现将一生光阴所有的气息全呈现，不管风雨，不管波折，情不变，要放开主挂牵，仰望主是人现，跟主纵直昂步只望前。或许沧桑转变，星宿纷纷地而落千，世事乍变，或都地而改了万变，心中始终惦记，敬拜是风帆前，坚守主真理到达最终，和我主相见。